今次套劇你終於喺香港播出啦，你有咩期待嘅地方咧？期待觀眾會中意啦，當然亦都會大家一齊去追，變成一個話題，咁大家去討論。這個我最想的，就是大家去一起代入這個，不是代入的，投入這個戲劇的世界裡面，我覺得是挺開心的一件事。有什麼位置拍的時候你特別難忘啊？有什麼位置拍的時候？很多office 的戲，其實這一套戲很多開會的戲，這些是很難，因為它有很多很專業的 term 就要記得很實咯。 有時有些很多個字 的 term 的項目，這些是對於我來說是比較困難一點的。有冇留意呢個新版嘅《十月初五的月光》早排出街啊？新版嘅咩啊？《十月初五的月光》出街嗰個。我知道啊，係啊係。有留意啊，嚇，係啊，有留意啊。咁啊，好聽啊，我聽到竹君豪嚇，好好聽啊。